看似敷衍，实际上是真的敷衍。我到家了，你干嘛呢？好的，到家告诉我。刚吃完饭，好想吐。怎么想吐？没吃饭吗？刚鱼刺卡喉咙了。啊？怎么会？你吃啥了？累死我了。累吗？不累。我要饿死了，外卖还不到，快吃饭吧，乖乖。我到家了，到了吗？嗯，到了。好吧，回家注意安全。我饿得胃疼，这么突然，是不是饿的？感冒了，没啥精神，是不是感冒了，没精神？